纪念报道歌王文涵，台南在地戏曲国宝画师颜正发哦，是画了大型的纪念扛棒，历经是完成了。你主办单位就将这个扛棒是挂伫民权路甲永福路口。文涵四姊妹啊，嘛真来到下当做伙来共同解梦，甲民众做伙纪念文涵。现场的民众做唱着这条由台湾歌神文夏填词并翻唱的《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》，为活动甲开序幕。为了纪念文夏这位报道歌王，台南在地戏院含金甘蔗雅典用心规划活动，除了邀请国宝画师颜正发，第二前画了一百大型的纪念看板。比较好莱坞行宫大道的概念，让游客咱伫遮怀念这位台湾的歌神文夏。啊，阮希望伫这个所在，今日伫涂骹吼有一个文夏的星星哈。那希望就是这是替我们台湾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。那未来我们希望说，制作台湾独立乐团的歌手们，都可以背着你的流浪的吉他。来这个地方呢，跟我们文夏致敬。甲无定的一天，主办单位也邀请文夏四姊妹以及伊的查囝王文姬做伙见证。然后也谢谢他们这么的全力热心支持，然后出钱出力，然后我们家属只能谢谢他们。文夏台湾歌神扛棒甲无以后，也开放民众自由刷票进场观赏文夏所翕的电影《再见台北》。为纪念活动画下完美的句点。记者苏英和中西区采访报道。